三明治女孩的逆袭男主角张力昂这回除了演戏也唱起剧中插曲和片尾曲，小记者一接获力昂录音的消息，二话不说前往探班啦。坐这吗？姐，录音有必要要那么帅吗？因为知道你们要来啊。就想说，本来想说穿睡衣的，结果你们要来，我就提早一个小时起来说话。那你这样会唱得很憋，不会啊，不会啊，感觉像在演唱会上面唱一样，你就说话好。对啊。而且很难得看到你戴的是什么一个偶像男团的戒指 ，Oh my god！ 其实我们今天有礼物要送你，因为它太大进不来。真的吗？所以我们必须要移架到外面。有没有很害怕？是小易。不是小易啦。真的有，这有人躲在里面吧？你要先这有仪式来，你往前。这一定有人躲在里面，是吓我的。我跟你讲，你看他好像在动。对啊。这有仪式的，你先走到他的后面好了。我的东西不要过去。我先保证他不是恐怖箱。好。好，你先到他的后面好了，这样摄影师比较好拍，因为有步骤的。你先到他后面，他不会咬人。对。好，你先好，你在旁边，你在旁边就好，旁边，你先打开来，因为它是一个礼物，它有先有盖子，你要先把盖子打开，先打开盖子就好。好，把它丢到旁边，因为接下来这层是包装纸，你要把它打开。天，耶，张力啊！我就是你的礼物。干嘛这样？来，我以为是什么？我刚本要唱歌的，我看我忘记了。好，没关系。来，没关系。你有歌要送给他，你不是刚有练歌吗？刚对，亲爱的，我忘记了啦。没关系，这个乌克丽要送给你，希望可以好好练这个片尾曲，可以来玩原唱给我们听好吗？对。今天好美哦。嗯，是因为这个吗？种种你看我要那个卡在这有多难，没关系啦，小姐姐下面怎么一大根呐、啊？这个是金麦克风哦，希望你可以好好唱歌。雅欣姐在镜头前就会这么做作。金麦克风，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唱歌，我好想听到你的声音哦。另外还有一个礼物，啦啦啦，哦，这个很真的比较实用一点，哦，这很实用，对，超实用，这个就是谢谢三种口味，那如果你这不要吃，我会可以给我们吃。谢谢。好，好，其实还有最后一样礼物，对，雅欣姐自己说。还有一个礼物就是我，好，现在是礼物抉择了，对，你只有两种可能，现在有四个礼物，一二三跟四，对，而且我们都要确定你要拿回家，所以你这两种选择礼物的方法，一个就是四个都带回家，一个就是只能带一个，是不是很棒？这让我真的是就是无法抉择，是不是？来快。你选好了？没有了，那就当然就是四个都带回家。哇，那我们就真的要去你家了。但因为我们雅欣姐会拍照认证，要打卡，在委员那边打卡，说我去张力昂他家了。好啦，就是希望你那个今天又来那个练唱歌嘛，对，所以带了这个礼物来，所以就是会把我们都一起带回家。那我们就赶快有时间，把时间先约约。约什么？你说约去他家吗？约去他家啊！怎么突然敲进来？不是说要把礼物带回家吗？我怕他今天在忙。哦，对，也许改别天。现在赶戏，等到你松一点，然后这些礼物呢，我们会包括雅琪一起送到你家，好不好？你说好了哦。好啦，先不闹力昂，因为知道一直对歌唱怀抱着梦想，真的恭喜力昂终于圆梦，进录音室录制自己的音乐作品，首次正式发表歌曲的他，更是差点包下整出戏的音乐。听说你全包了，片头片尾，是真的蛮多首的。对啊，我自己也很惊讶，而且我很担心说，就是如果一直听到我的声音，会大家很腻这样。请问一下制作人，是那个朱伟老师。力昂他今天录的怎么样？很棒，超乎我想象。真的假的？是你平常给他分数打很低是吗？你看我不认为他是个会唱的不错的。哦。然后他又写很多歌，歌写的很好。真的？真的？所以评价很高，对不对？怎么会这样？谢谢老师。其实片头片尾插曲都是其实有经过一个过程，比如说先挑歌嘛，然后找感觉符合的好听的，
然后再来呢，其实有经过拟稿，因为我们就把歌曲发出去给大家，嗯、就是大家所有的词曲作者试试看，大家可以谁可以写这样，然后就收了很多版本，然后我自己也写这样子，就一个最后决定的是谁啊？有两个词，有一首词是我跟另外一个老师 Brian 老师一起写的，然后片尾，然后片头是另外一个，是因为不是我唱，然后是女生唱，所以就是也是一位自己作者写，然后插曲的话是词曲都是我自己。所以你自己有那个就是那个发红包让他们选你唱你选的歌吗？没有，这算是某，那因为你这歌很多呢。我想知道是原本就是想要找你来打造。就是所有的插曲片头尾，还是说你一样还是要先交出 demo， 然后再决定？有，就是先交出 demo， 然后大家讨论开会收歌，也有收大家写的歌这样子。所以你是真的凭实力，不是的妈呀，不是后门给红包。对，刚刚一直想说一定是有给红包。这句话就是讲得太棒。真的很强哎！这种话我就不能自己讲了。这道歉。I love you。Forevermore。 歌手有时候会有些录音习惯，什么脱鞋子啊、闭眼睛啊、关灯。你有什么吗？脱鞋子、闭眼睛、关灯都有。没有要脱衣服什么的。对啊，没有全裸。没有，我很怕冷，所以我都会穿很多。然后手放口袋。丽阳，我要作证。我刚刚这边里面听，我刚刚也去那个录音室那边听，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好听的。没有啦，还是转音是为了我们刚刚拍的。没有，还是现场还是没有那么好，就是还是有走了那一点点这样。我想说我豁出去，我想说你们也这就是尴尬就尴尬到底好了，你们都已经在里面听不到任何音乐。可以不要放原音吗？还是不要放原音？看看认真又深情配唱的丽阳，整个魅力再升级，用心呈现音乐作品，让粉丝看到另外一面的张丽阳。小记者只能喊话，赶快发完整个人专辑，让大家继续饱耳福吧。欸，我刚被你吓到，因为我以前曾经有一个经验，就是朋友也是要送我生日礼物，然后他就是在一个盒子，然后就是找了一个就画很恐怖的妆，然后我完全没有料到。是真的蹦出来被吓死。你看看你的戒指，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戒指多大？这个戒指很可爱，一狗是很可爱，狼，狼啊！我就是一个很幼稚的内心的人，所以其实就是看起来好像，就是我喜欢这种，但又不敢表现，闷骚。你不会内裤是草莓还是？没有。完全了，演歌双栖的丽阳很帅，独家报道。